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《发条水瓶座》，是一个街机平台的动作冒险游戏，而且据说它当年没有正式发售，它现在应该是在 Switch 上首发嘛。那么就一起看一看，应该选英语吧，没有中文，还有训练模式、Easy 模式、正常模式、超难度模式。哇，这游戏感觉很多啊，这个模式还真挺多的。那选一个正常模式吧，我觉得正常模式肯定要翻车，可以全屏，按 ZR 是全屏，就是可以设置比例，可以全屏，也可以设置扫描的感觉，就是模仿那种街机当年的风格。那我们就现在准备开始，现在开始这个20年以后终于出现的游戏，先上本，可以选人，可以选三个人，选个小女孩吧。啊，这是街机风格满满。这是跳，这开始了，这是打，这是跳，就两个招式，一个是呼巴掌，一个是跳。哎，吃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鱼，哦，这个飞鱼，这是炸弹吗？哎，这上面这个啥？是可以飞，踩着它飞。啊，可以顶它。这个鱼好欠呀，长得。好，然后跳这个地方。啥跳这个地方？然后下来踩它们。还可以踩，这是马里奥吗？哇，哦，这个怎么打？这可以顶它。啊，果然可以顶它，补血了。这是可以顶，哎，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。当年为什么街机厅不发售这个游戏呢？不敢踩了，再踩是不是梗了？走吧。哎，上面这个怎么打？哦，这个上面有时间限制，看到了吗？那65秒。哦，哎，没踩着吗？是不是应该能到上面去？补血了，过关了吗？这是有两个没吃着，快走吧。啊，这是第一小关，这个怎么打？这应该是踩上去。哦，死了。哎，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可以直接跳就砸死他了？这死了不是吧？哎，别让他砸着，过关了。第一关总的来说难度不是特别高，看后面怎么样。哎，怎么刚才废了下血？没踩着上面的。不是吧，又死了。这是换了个小男孩。哦，没吃着。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感觉像炸弹是不是？哎，死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个是不能顶，哎，这样就可以顶了。他把这个收起来，然后砸他。哎，那个啥也没吃着。哎，快讲一个人。boss 吗？这也太容易死了。这怎么上去打着他？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吗？
怎么打这个 boss 啊？看来只能死着跳上来。又死了，看来这个街机的难度不是特别小。小女孩，哇，这个鱼不能踩。这要死。上了一个这火，感觉喷三下就死了。选这个机器人试试，哇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强壮。是不是应该到关了？到这个关卡了。人家吃了一个变身装置，第二关过了，还好有无限金币。哦，掉下去就死了。他这个立起来的时候就不能过去。这个时候就可以了，这太贱了吧！向上喷火不带这么玩的。这还藏了一个，这个游戏真是恶意满满呀！这太有恶意了吧，这游戏。下面还有一个。这怎么过去啊？搞定。怎么死了？这个游戏充满了恶意。哇，这往后面这真是，怪不得20年以后发售呢。当年情这游戏在街机厅谁敢玩？好，拿到钥匙了。这游戏在当年街机厅，我觉得一个本都估计撑不到。见关底，这怎么又死了？哎，怎么续本？什么没了？没续上本？好吧，那今天这个游戏，这个街机游戏就试玩到这里，真的是难度爆棚，不过还挺好玩的，叫《发条水瓶座》，喜欢这种风格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值得一玩的街机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